好，下边来开始看这个芥子园书法117页，117页呢，大家打开啊，没打开的朋友把它打开啊，来，我们先给大家添加一个屏幕，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哈。明天早上呢是7点钟，牛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我们聊聊敦煌啊，聊聊敦煌的课啊。好，OK。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吧，好吧？画石起首当分三面，画石头起首要分三面，是吧？这就是我们讲的竖分四齐，十分三面就开首了啊，就起首了啊。起首讲观人者，曰骨气。实乃天地之骨，而气亦存焉，故谓之曰云根。无气之时，何则为顽石？则无气之骨，则为朽骨。岂有朽骨可以失于骚人运势笔下乎？是化无气之时不可，而化有气之时，即密气于可捉摸之中，忧难乎其难？啊，听得有点晕，是吧？但是呢，前面呢很简单。哎，这里先讲的是你在画石头的时候，哎，要画有骨气。那这个骨气的东西是什么呢？哎，是什么？实乃天地之骨，在天地之间呀，哎，气亦存焉，一定要什么？哎，要有气运的存在。那在这个里边，天地之间灌入整个山池当中，所以。哎，被称为什么？云根啊，云的根。那无气之时，则为顽石。那你放在案头的一个石头，它是无气节的，无气的东西。那这种无气的这种石，它就是如同什么骨骼一样，它就如同朽骨一般。我们讲朽骨、枯木这些东西，都是毫无生机的。那毫无生机的东西，怎么能放到哎骚人运势的笔下呢？怎么能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去表现呢？其实这里就讲，我们讲在画石的时候，首先要有什么？哎，要有骨气。这个气骨，也就是讲在画画的时候，在画。这些画的时候，首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气，哎，有骨气。那有骨气是画中无气之时不可，而画中有气之时，即密气于可琢磨之中。那这什么意思呀？哎，那一定要什么？哎，要能找到它的气运，在缥缈当中啊，找到它的气运，难乎其难。哎，非常非常的不好表现。那要如何表现这些内容呢？那表现这些内容，哎，那下面就写了，要干什么？哎，要什么？哎，非胸中练有倭皇，纸上有滇墨，未可从事。一定要什么？心中有倭皇，胸中有倭皇。那倭皇是什么？哎，胸中有丘壑。哎。倭皇女娲补天呀，拿个泥儿捏捏就成人了。那他心中有人的样子，他就能捏出来。这里讲倭皇啊，所以大家要明白，他讲的每一个东西啊，其实都是特指啊，特指滇墨是吧？纸上有滇墨，你能捏出来对吧？哎，知道哪个该正，哪个该反。啊，别像韩复榘讲的是吧？韩复榘怎么讲啊？
远看泰山黑乎乎，上面细来下面粗，啊，有朝一日倒过来，上面粗来下面细，是吧？你不能学这个韩省长啊，是吧？民国时期的韩省长，这不胡来吗？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在画画的时候，你首先就得要什么？哎，胸中有这些东西。那心中胸中有这些东西，哎，未可从事，没有从事过的人，那可怎么办呀？不知道该怎么画呀，对不对？那不知道怎么画，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好的方法呀？所以这里讲了，我们要有好的方法是什么？好的方法在哪儿了？哎，今无难矣。而我呀，今以为无难矣，已经不难了。怎么不难了？我要把它画成什么？哎，盖石有三面。这个时候讲，要讲什么了？石要分三面了，把它画出三面的形。那十分三面，数分四期就有了。那这里讲三面，三面者即石之凹凸深浅，参合阴阳，步无高下，称量厚薄，以及凡头灵面，覆土胎泉，此石之势也，是吧？这个我要求大家会背的。讲十分三面，哪三面？同志们，来，十分三面，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各位画友，各位老师，各位乡亲，打枪的不要啊，记住的要，是吧？十分三面，请大家注意。这里讲的三面，请大家一定注意。十分三面，哎，不是真正的，就是人家讲，我就把石头分三个面出来。这里讲三面，它只是一个表述的东西，而告诉你这三面的内容主要是什么？来一块背一下。即石之凹凸深浅，参合阴阳，步无高下，称量厚薄，凡头灵面，覆土胎泉，此石之势也，对吧？来，把这几个词每一个都有它的解释。凹深凸浅，是吧？参合阴阳，然后还有什么呀？哎，步无高下，锃亮厚薄，锃亮厚薄，凡头灵面，还有覆土胎泉，这个是画石法是绝对不可少的啊。这几个啊，很多朋友说自己的石头画不好，你把这几个东西整明白了，你石头就能画好了。太多太多的人讲我石头画不好，来一个一个的解释，同志们。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是重点的重点。凹深凸浅啊，比如说我们讲第一个凹深凸浅，这个中国画讲凹凸，对吧？中国画讲凹凸变化，
那其实这里头就已经很明白，跟你讲得清楚了。凹凸石头这一块石头出来，一定有凹进去的，有凸起来的，对吧？有靠上的，就有靠下的，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那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需要去表象的，对吧？那没有什么多去解释的。那唯一要解释的就是讲，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得把它弄小一点，这样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啊。哎，往这边来一来，来不下来了。这个到，哎，该我们讲凹凸。你一个石头怎么能够表现出它的凹凸啊？其实这里边已经给你表现得很清楚了，大家注意看，你看，把凹进去的地方画出来，对吧？把凸起来的地方留上来，这不就是凹深凸浅吗？这是凸的地方，这是凹进去的地方。所以在石头的表现里是要有的，只是我们在画这个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去这样画，那我们怎么画？甚至这样去画。那哪个地方是凹啊？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凹进去的，对吧？那这种地方是凸起来的，对吧？这种地方是凸起来的，明白了吧？所以在一个画里，一定要注意的是要学会观察，就像这张画，来，大家看一下，你看凸的地方。是不是这种地方是凸起来的？但是凹的地方，你看凹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里面，大家注意，你看这是凸起来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石头是最好，石头是最好画的，它比树要好画的多得多。关键就是记住这几个口诀：凹深凸浅，是吧？哎，一定注意。凹深凸浅是单个的，也可以是一组的，这点请大家注意。这个既可以是单块的石头，也可以是一组的石头。哎，它不是指某一个，哎，可以指某一组。那在这里边，你看这一块石头，它是一块，但是在这一组里面。看它的凹深凸浅也是要有的，一定不是单薄的。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以前啊，跟大家去聊的时候也会讲啊，这个石头啊要分三个面。其实你有时候画山的时候，它也是多个面，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的去领会"十分三面"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它不仅仅是三个面的问题。它是相关联的东西非常多，这里已经讲了凹深凸浅是一部分了，对吧？但是在凹深凸浅里，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啊，比如说西方绘画的这种三面的法，哎，来进行一个解释啊，解释出来，哎，石头有这么一个面，有这么一个面，有这么一个面。但是这个对于解释凹深凸浅，它又不好解释。明白吧？哎，除非你比如说啊，我们画一个东西，除非我们讲，哟，看不见了是吧？来，除非我们讲画一个东西，就以这个凹为镜，对吧？
对吧？你这样出来，它如果当一个石头，这个大家能看出来了吧？你看，这是凹进去的，这是凸起来的，这是高的，这是低的，这个能看出来吧？能看出来吧？那你说十分三面，如果我们画一个石头的话，那你就简单的把它能看出来吧？能看出来，发个一啊。哎，然后呢，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那你看，你看，你就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啊，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对吧？然后呢，我们这底下这个，我们可以给它伸得更深一点。对不对？就像两座山一样，那这样的话，明白了吧？所以讲凹深凸浅，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去用平面来解决，其实这个十分三面啊，它就略显浅薄了。没点关注的点关注，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粉丝团啊。所以这样你看的话，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够让它如此的浅薄的，因为如此的浅薄会干嘛呀？会影响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效果的。那在这个画面效果的时候，重要的去理解什么？我们要去抓住它呀，对吧？要去抓住它重点的东西啊。那在这个重点的东西里边，先要掌握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方法呀，对吧？凹深凸浅，你先掌握这么一个东西，当你在画石法的时候，当你在画芥子园石法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是最简单的第一步。所以很多人对凹深凸浅的理解还是只停留在表象的东西里边。所以如果你非得拿西方绘画来去解释中国绘画，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和着手点都是不一样的。西方绘画的着手点，它就在表象的东西，而中国绘画的东西，它很多在画外或者说在字外的东西。所以这一个字，它可能有很多的词义。所以你讲凹深凸浅，凹深凸浅，凹深凸浅。其实就在这儿了，明白了吧？这个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讲凹深凸浅，你先明白我示意的这个图，你后头其实好多的内容，你看，先知道一个东西的凹深凸浅在哪，那在这里头它不仅仅是一个，它可以是一组，还可以这边还可以再加，哎，再加，那其实这里边，组合也好，什么也好，十分三面第一解其实已经就给它解出来了，在这个位置的关系上，我们传统绘画里头不需要光，不需要光，但是我只要知道它的凹凸。但是在西方绘画里，你会看到很多人给你讲这个东西，讲一个方形，但是这个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这种它不分凹凸变化，明白吗？在这个里头啊，凹凸变化是不好解释的，所以这点也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们在画这个画的时候首先要掌握的第一点，明白了吧？还有不明白的朋友们吗？来，不明白的朋友给我发个一啊，明白的来发个二啊，反正今儿也不着急，今天讲这个芥子园石法的时候。其实凹深凸浅，参合阴阳，不武高下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基础的基础，也是说在大家画画当中要不断的去重复的一个过程。那你在不断重复的过程当中，你要每一次都要理解，你理解的时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今天去理解一下，和你明天去理解一下，咱们讲这个是。它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不同的，啊，很大很大不同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先知道啊。这是一的内容，下边是二的内容。
二的内容，参合阴阳啊，参合阴阳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参合呀？哎，掺和掺和是吧？啊，这个小朋友们做游戏，来几个小朋友们一起来掺和掺和啊，掺和什么？哎，交错是吧？哎，交错组合。这是参合阴阳，一个里面，一个画里面画石头的时候，你要有什么？石头之间要有交错，要有相交，要有什么混合？你不可能以这一个东西把它搞得很乱，对吧？或者说把这一个整体给它都搞没了，不可能说排排坐吃果果。而重要的是要有穿插交错，所以这里讲的参合，请大家注意，是交错，是交错的变化。你首先要明白，它交错，这种交错，只要有交错，是不是就有阴阳的变化，对吧？哎，那有阴阳的变化，何为阴阳？中国人讲阴阳，哎，凹凸也是阴阳，是吧？哎，南北也是阴阳，对吧？哎，河的南北和山的南北，这都是阴阳之分。所以中国画里讲阴阳调和呀，何为阴阳啊？我在这一块我墨上多了，我那块留点白，让它平衡，其实就是阴阳啊，对吧？你都留白也不行，你都画黑也不行。所以在这里头讲，交错的变化一定要什么？适当合理。所以这里讲交错，对吧？哎，这里讲交错，这里讲交错的时候讲阴阳变化，那好，你交错阴阳自然而然就有了，对吧？来，下边不武高下呀，同志们，不武高下，三，不武，很多人讲不武高下，那不武是什么意思？哎，还是什么相交汇，然后呢，哎，交互。其实这个和参合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里呢是一定要注意，它交互在一起是要有高低之分的。如果我们讲参合阴阳是交错，那这个里面是第一步是告诉你要有交错，第二部分告诉你是要有高下。所以在这个里边看，它的主要的重要的词在什么？一个是阴阳，一个是高下。其实说白了，阴阳，哎，哪个地方凸，哪个地方凹，对吧？哎，凹深凸浅嘛。然后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低。所以其实他把组合的关系，其实是给你用这种词给你交代清楚。所以你看，不武高下也好，参合阴阳也好，已经是把这个石头的宽和高已经给大家定出来了。所以在古人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一个画面宽，对吧？你要讲宽，同样你也得有高之分。那这个宽和高之分，其实在整个画里，参合阴阳不武高下，对吧？没点关注，点关注；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粉丝团啊。所以你看，参合阴阳不武高下，这已经成了，对吧？哎，这已经成了。所以就是讲，你在绘画当中就要知道高宽在这一组石头里。所以你现在回来看的时候，你再来看这个石头，是不是已经把这一组给你定出来了？是吧？这一组已经给你定出来了，高和宽，对吧？高和宽。哎，这是宽度，但是呢，这里头讲参合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哎，
大小的变化，那大小的变化后边就到称量厚薄凡头灵面了，这是先告诉你宽和高，那我要注意整体布局当中的时候注意阴阳，注意高下，对吧？石头其实有时候会有组合的变化，而这些组合的变化它既有大小的变化也有多少的变化，同时还牵扯到一个什么，其实我们这里还应该多给大家再讲一个用笔的变化。其实这里讲用笔的变化其实更为重要，就是在画这些画的时候你能找到什么样的用笔啊，什么样的用笔，什么叫什么样的用笔呢？那我们讲一讲，你在用笔的时候顺锋和逆锋的变化，或者说逆锋皴擦的变化，在这个里边我们讲叫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我们讲叫勾勒指法呀，还记得我讲勾勒吗？知道的发一，不知道的发二，来慢一点，我讲的有点快啊，怕大家跟不上，能跟上吗？来，勾勒法有多少朋友知道的？我们讲勾勒，哎，勾出来的，哎，都动起手来啊！我看看有多少不知道的，有多少知道的。嗯，勾勒指法啊，听过我讲勾勒的来发个三啊，听过我讲勾勒法的来画个三。来，听过我讲勾勒的发个三，好多朋友都听过是吧？没听过的发个四，来我看看，没听过的来发个四啊。所以有时候讲啊，在这个画山石的时候啊，其实很有意思的就在于如何组合啊，如何组合。听过忘了，哎呀妈呀，你就说直接还给我就完了就啊。你记住了，所有的山石它都是从勾勒而来的啊，所有的山石啊都一定从勾勒之法而来。何为勾勒？此手为勾，此手为勒，看见吗？此手为勾，此手为勒啊，顺手为勾，逆手为勒，这一点请大家注意啊，哎，这一点请大家注意，这为勾，这为勒，对吧？哎，勾勒勾勒，所以你所有的施法，什么这个村那个村，这个村那个村，所有的都是从勾勒而来，记住了啊，一定记住了，哎，一定记住了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勾，有时候逆风就画勒，哎，所以左勾右勒。好，这个先知道一下啊，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讲。这个里头布高下已经知道了，称量厚薄，厚薄已经讲到什么问题了？如果说这里讲单体的组合，那这两个是讲宽和高，这里讲什么？体积和质感。体积和质感，体积厚薄宽是吧？哎，这个里头讲体积，厚不厚，薄不薄，薄石片子还是体块的大小，这里就已经开始讲体块的大小了。所以你就想想，
凹深凸浅，参合阴阳，不武高下，称量厚薄。所以记这个东西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凹凸，这个东西啊，来，同志们，我们讲记这几句话，你不要死记硬背，你就记住我说的。第一个是阴阳，是吧？凹深凸浅，哎，不，错了。第一个是凹凸，凹深凸浅，然后参合阴阳，对吧？不武高下。那这个阴阳高下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宽，一个是高，就记住了。第一个是凹凸，第二个是宽，第三个是高。那表现第一个凹凸。石头本身要凹凸，自身的东西，那凹深凸浅，然后呢，哎，它的宽呢，参合阴阳，对吧？哎，怎么组合？然后呢，不武高下，还得有上下呀，对吧？然后呢，就是讲体积，体积称量厚薄，然后呢，再是讲啊，它有大有小啊，凡头灵面，然后呢，根儿在哪儿？从哪儿来的？上面还得流水啊，覆土胎泉。记住了吧？你看，第一个是凹凸，第二个讲宽度，第三个讲体积，第四个讲大小，第五个它的根源。哎，覆土胎泉，它有水呀、啊。哎，上面或者是表象的东西，这是不是一下就记住了？画一个石头，单个石头要注意凹凸。然后一组石头要注意宽，要注意高，还要注意它的体积，还要注意它的大小变化，还要注意它表象的东西，是不是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几个东西？你就看一个石头，看一个山水，你怎么着这一个东西？看，得看哦，先看这一块石头，对吧？它有凹凸的变化。然后在一组石头有宽度，还有高度，还有体积，体积完了之后还有大小的变化，还有什么表象水的东西，你这一下子就是从最表象的东西，最后到什么深入这个石头十分三面，你把这个记住了。我告诉大家，你再画石头，你绝对能记得住，绝对不觉得难了，就按照这几个标准。第一个凹凸，第二个宽，第三个高，第四个体积，第五个大小，第六个表象，是吧？哎，覆土胎泉嘛，上边它的表象的东西，是不是？再从这个东西去回顾的时候，单个的石头凑成一组就得是宽的，除了宽之后，它还得是高，高了之后它还得厚，是不是？哎，有薄有厚，还要组合多一点少一点。然后还有什么？上头覆土胎泉，对不对？哎，所以是不是马上就明白了？这个不用多讲了吧？还有不明白的朋友们吗？不明白，下边正好讲石法这个基础的东西，都在这里边了。啊，特别是零基础的朋友，特别是零基础的朋友啊，胡老师的这套石法内容，绝对。非常非常棒，这一下明白了吧？好记了吧？是不是能记住了？就像再简单一点，过来一个小伙子，过来一个姑娘，你得想单看她吧，单看她，你就想，哎呀，我就想看看戏，这个人到底长得好看不好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凹深凸浅呀，是哎，然后呢，第二步你得看她是宽是高是吧？宽高外形嘛，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是不是光看高了，这个人胖还是瘦，对吧？然后看完了之后，是不是？然后他是不是有累赘呀？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带孩子呀？大小是不是？是他一个人啊？还是上面有俩妈？一个妈一个爸？还是下边还有俩孩子？是不是？大小的组合，然后最后看这个人的气质如何，就如观人一般。看石头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表象，再看他，先看他表象的东西，再看他这个爹妈家庭，这个不
不叫垫半，再看他的收入怎么样，工作怎么样，然后再看他的家庭如何，和你家是不是门当户对。哎，我们讲相马，相马看一匹马怎么看，你相人也是。然后相人你可能涉猎的东西更多，然后当你去相一个石头的时候，或者相一组石头的时候，或者是看一个画的时候，是不是不一样了？你就通过这种方法，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啊，你得画石头啊，你得是这种感觉，就是丈母娘看女婿是哪眼看哪眼好，得这个感觉，你不能越看越迷糊，是吧？啊，越看越迷糊，这个姑爷你就不能要了啊，你就得琢磨琢磨了，是不是？哎，所以看这个是不是就懂了？所以大家，我为什么有时候讲，你比如说像我做的这个石头套装的这种内容，它是非常适合初学的朋友的。你在学山水的时候，这个石头的内容，如果你不理解，你就直接去下单这个石头，这有好长时间的这些石头内容，包括翻过来，它后边有一个是俄罗斯方块的这个说明啊，你直接一扫，哎，扫这个俄罗斯方块，它后边有几十个、十几个小时以上的这种视频说明，一一对应，你这样的话，你就能什么，哎。好好的学了，是吧？好好的学了啊，这是讲到称量厚薄了。哎，这个人是厚是薄，对吧？然后凡头灵面，凡头灵面是什么东西啊？凡头灵面是什么？就是石头的大小啊。啊，石头，我们讲这些石头有大有小的组合，对吧？山顶会有小石头。哎，石头会进行叠加，而石头叠加如凡头一般，所以故称为凡头灵面啊。凡头灵面，凡头灵面之后，我们讲，哎，凡头灵面，灵面其实就是立体的。有时候你看那个石头，它会是这样的，对吧？它也会这样画在里面，然后旁边，哎，这种石头出现。也是故意的去画一些立体的东西，让这个画不至于太失真啊，不至于太失真，或者说有一些地方过于的圆咕隆咚的，他要给它变的改的比较方正啊。所以这个里面凡头灵面，凡头灵面出来之后是什么呢？哎，凡头灵面出来下边就是覆土胎泉了，胎泉根源，对吧？根，哎，根在哪儿？表象的东西，石头有了，那石头的血脉，这个水，这个泉，哎，它在什么？石头当中穿插，其实就是石头的这个血脉。所以为什么叫表象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表象，表象的东西，哎，在这个里边，石头的套装是纸本的临本，是胡老师画好的石头临本，然后大家直接对着临摹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复制品啊，这是一个复制品。哎，你把它挂在家里也行，挂在这个放在小框框里看也行，你对着临摹也行，反面有一个俄罗斯方块，你直接一扫，然后后边就有说明，懂了吧？哎，后面就有说明，很方便啊，很方便。这个大家可以去学一下啊，学一下。嗯，然后下边呢，我们来再讲到这一组之后啊，讲到这一组之后啊，所以画石头，嗨。现在还有觉得自己画的不好的石头画不好的朋友们吗？有没有？有来发个一啊？还有没有觉得自己石头画不好的朋友？嗯，好，在上之前就觉得，哎呀，我的石头不一定能画好，没点关注点关注，没点关注的点关注，
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啊。石头，我说实话，石头好画，但是你首先要注意的是，先要理解啊，先要理解，先理解之后，然后再往上来，不要着急啊，几部分先听我讲解，讲解完了之后，你特别是初学的朋友，你跟着这个石头，这个就是零基础跟石头来画的，带着大家来教画这个石头，各种各样的石头，各种各样的皴法，然后包括太湖石的画法都在里边啊，画不好别着急啊，这个石头还有没定的朋友们吗？这个石头，哎，还有没定的朋友们吗？没定的朋友来发个一，定了的朋友答已够。啊，定了的朋友答已够啊！你去把这个基础的内容啊，这个就是针对零基础的朋友啊，哎，你来学啊。然后，当大家先了解这个理论上的东西之后啊，理论上的东西之后啊，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不会画，没事，不会画。先了解，下一步再开始画啊，下一步再开始画啊。直播间700多人，这个玩意儿可没有卖700多套啊，可没有卖700多套啊，卖了300套啊。你那，你就算现在300多人都在直播间，那你那还有400多人呢。问你没买，你就说一声咋的了啊？那么多人说不会画，是吧？这是一个基础的内容啊。哎，好，我们接着来啊，哎，我们接着来，来，大家注意啊，来，大家注意，你看哈，其实，在我们讲这个前面讲腹土胎泉参合阴阳不武高下，哎，此虽时之势也，如此而气亦随势，以往一生。然后秘法无多，曰一字金针活。说白了，活，对吧？用笔要活。那在这个用笔活的时候，在这个课里，哎，在这个里面，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注意啊，你看，我们讲所有的法都是从勾勒一法来的。你看，这为勾，这为勒。对吧？那在勾勒一法当中，大家注意看，我们讲，这就是勾勒法，对吧？这就是勾勒法。那顺时用笔的时候，墨线相对均匀，就是讲用笔的时候，你看墨比较均匀。然后呢，在勒的时候，看见吗？用笔就要有变化，所以很多人在画画的时候，你看，你看芥子园的时候，你在临芥子园的时候，芥子园会告诉你说：“哎呀，你看你这个笔法的时候啊，老师在说要没有变化，你不能所有的笔都变化呀，你一定注意有的变，有的不变，不可能画一个石头啊，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变，那这石头多难看。所以要注意的，其实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到这张画的时候，你看它在变化的时候啊，靠下部的变，反而是由粗由细到粗的变，对吧？看见吗？由粗到细的，看一笔下去，你看，别看细，看人这儿其实淡墨很粗，这笔重的是后补的啊，要学会看图，有太多的人不会看图了，你看。等于这一笔下来，完了之后我又上了一笔厚的，看见吗？等它干了之后，我又上了一笔厚的。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重。其实它不是重，它是一开始是粗，后来补的。所以这一笔勒啊，哎，回笔也好，逆笔也好，这种回笔的风，所以有时候讲。勾勒，
画这个，除了画这个石头会用这种勾勒，你画菊花看，勾，回风，勒，看见吗？懂吗？勾勒其实就是一个闭合的一个动作，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或者就是，哎，一收一合，一收一合。没点关注，点关注啊！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粉丝团，啊，够明白了吧？是吧？这个也很明确了。所以在画画的时候，在这种氛围里头，在这种细节里头，需要的就是这种了解啊，了解是对于我们来说本身是第一位的。那后边讲曰一字金针活，那这个活字在我们后话里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皴法都是从勾勒而来的啊，所有的皴法都是从勾勒而来的。好，转了。下面讲勾勒之法，是吧？你这个勾勒之法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变数啊，那是如何变来的，或者说是如何变化来的。其他的皴法，第一个皴法来，第一个什么皴法来讲一个披麻皴。其实勾勒皴法已经是第一个了。嗯，我们讲第一个是勾勒皴法，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注意树的形的变化这些东西，对吧？那不是石头的这个形。然后我们讲第二个披麻，披麻呢咱们讲啊，它又不是一种，又可以分为什么长短披麻，对吧？长披麻和短披麻之分，在长短披麻里一定注意啊，一定注意，我们讲所有的东西都源自于勾勒。那大家注意，你看，你看我这儿勾一个，我这儿勒一下，对吧？那我要把它变成我们讲的披麻皴，怎么变？你看，披麻，为什么古人最爱用披麻呀？特别是长披麻啊，古人为什么喜欢这种所谓的长披麻？因为文人有时候画画画不好啊，画不好之后他怎么办呀？他紧张啊，他不像画工啊，那一根线能勾得很好，所以怎么办？他就用披麻皴来缓解他的什么紧张，而这种披麻，特别是长披麻，哎，他能够更能够解脱他心中的这种，哎，让他更挥洒自如，更如同我们昨天讲的文人画要怎么着，哎。文人画成熟的时期一定是将书法的用笔融入到绘画当中，那在这个里边，书法的用笔融入到绘画里边，大家你看融入了吧，是不是？哎，融入了吧。所以看长的八面出锋的笔法，在八面出锋笔法里头的这种变化，大家来看。所以你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大家看到，
在这个里边，出来，是吧？出来之后，哎，长匹马，越长的越大的，对吧？哎，所以大家一定也要注意，哎。所以注意它，出来，一两，是吧？可以看，在场同样还有，对吧？看，当你勾出来的时候，再给它勒一下，勒的变化自然就多了，对吧？然后在这里头看。短的匹马，是吧？哎，短的匹马。长短匹马的结合，对吧？在我们这个绘画里头，就是从勾勒法演变过来的啊，就是从勾勒之法演变过来的。只是在我们讲用笔的时候，昨天我们讲王蒙的绘画里头已经讲书法用笔，但是他的绘画里呢，哎，当然以干笔、可笔为主，那有一些地方笔法是不变的。只是说用墨的多少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为什么它会多变，就是因为它会有这种东西来，明白吧？所以你想这一组，如果你要是给它再往下加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一下，哎，大家注意看。你可以不断的叠加，不断的叠加，所以你看，长短匹马其实在一个画里是被经常运用的，啊，经常运用，甚至说有一些地方就直接干嘛呀？我在哎需要着重的地方的时候，那我甚至有一些地方我就把这种。重的点呀，你就给它加出来了，看见吗？这是由勾勒往这个什么，哎，往这个长匹马、短匹马来变化。那从这个之后开始，往长短匹马开始变换之后，还会有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嘛，荷叶村嘛。对吧？最简单的一个，往荷叶村。那往荷叶村的变化里，其实这都是因为这一个东西而影响的。那荷叶村的话，大家注意，你看我出一个石头的时候，这个大家，哎，前面都跟大家讲，这种小的东西啊，你一定要去试一试，哪怕就是说试错。其实我们讲试错啊，不为错呀，啊，一定注意，错了才说明你要成功了。所以有时候试错是很，看见吗？起来吧，完了之后你看，在这种变化里头，哎，
我的这个荷叶存盘。一个，啊，你看这个荷叶存盘，然后接着，啊，那这是不是又是勾勒之法引出来的？因为都是在线，当这个线不断的密密麻麻的结合，密密麻麻的穿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勾勒皴法的结合啊。所以没点关注的点关注，没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点上方的黄色小星星加我的粉丝团啊。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些东西很注意的时候，你看从这儿来变出来。从这个里边一笔下去，也自然而然啊，哎，有了变化，很。石头不是第二套内容，第一套，第一套，第一套，还是第一套啊？哪有时间出那么多第二套的东西？这就可以了，大家先把第一套学一学啊。大家先把第一套的内容学一学。现在机器也忙不过来，现在这些图啊，大家定的图啊，哗哗的，机器不停的打，机器刚修好都没头了，机器我都怕他们哪天罢工累了，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他们说：“你不要老卖那么多的这个图啊，这搞不定了机器在这里讲荷叶存是吧？荷叶存出来。这个时候线开始有变化。那荷叶皴配的是什么？你看，就如叶脉一样，是吧？荷叶皴如叶脉一样。没有供应商，供应商就是咱自己啊。供应商就是咱自己。此树最有志，要配谁啊？哎，要配蟹爪，没错，红长一点，哎，这个到再长，到再变化，下边到什么？到转着，哎，到转着变。买两台机器啊，现在就是两台机器，下边意思就是得买第三台了，是吧？下边意思就是得买第三台了，对吧？做广告吧，365的会看啊。365的回看，胡老师2024年12个月的内容，包括2023年11月、12月的内容，都放在里边了，都放在里面了。昨天已经给大家开通了，是吧？小助手昨天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是吧？这个内容啊，大家搞了个这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大家一起来学啊，我把胡老师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啊，这些免费课的东西啊，不花钱课的东西，你觉得行啊？你就一块儿来直播课的内容啊，来放进去，然后你自己来学就行了，好吧？每个人大家自己看一看啊，根据你的需要，然后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
除了胡老师的东西，还有朱老师的东西，啊，还有朱老师的东西，我们俩上午下午都放到里面，啊，都放到里面，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去学了啊。特别是没有时间看直播的朋友啊，你就可以看这个回看，啊，你就可以看这个回看，嗯。2023年的，看吧，可以，可以。你现在等于说，你现在10月份你可以看到我10月的、9月的、8月的，然后我会让小助手在往上加7、6啊，这个都会慢慢的加，就等于说你争取到12月份的时候，到12月份或者到1月份的时候，你能看到。12月、11月、10月、9月、8月、7月，你都能看到。这样的话，你就能保证你前边这一段很多的内容你就能看，然后后面呢，然后每天都在继续的不断更新，这样到明年年底这个众筹的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空间的内容就正好都在里头，明白了吧？啊。所以东西还是，哎，林姐，你不用啊，你不是那个芥子园的课吗？芥子园的课是有二，直接带2024年的，直接带2024年的这个内容的，直接带2024年内容的，啊，不用不用，你有芥子园字典课的，你就不用再花钱下单了啊，明白了吧？嗯，好。下边我们讲卷云村，这个卷云村其实是什么？哎，哎，卷云村再续2024年的，对，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嗯。然后大家注意，你看卷云村的时候，它也有这种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大家注意，你看，在这个，其实你看，都是勾勒指法。但是在勾勒之法的基础之上，哎，勾勒之法的基础之上，你先买了365，后买了芥子园是吧？啊，这个让那个他们给您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啊，联系一下。你看这个画之间它是有相互联系的，看这个石头，看见吗？这个石头，看，嗯，你看这个和这个啊相联系，一上一下，对吧？相关联，你看，在这个里头，你看卷云村的时候，看见吗？嗯，卷云村在这里边变化，所以注意这种。云头的这种变，对吧？嗯，何为卷云啊？其实不就是勾勒变化吗？对吧？不就是勾勒变化吗？对吧？你在这个勾勒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来看。哎，你看，出来了吧？出来了吧？所以你看，芥子园的这个内容啊，是一个、两个、三个，一组一组一组给它推出来。所以卷云村，它的笔法。如同画一个这个云头一样啊，当你把这个云头画出来的时候，啊，当你把这个云头画出来的时候，你就找到了方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我在上这个芥子园字典课的时候，把这些细的东西一步一步的都给大家讲出来呀？啊，
关键的节点就是啥呀？你看。其实这就是勾勒指法，在这个勾勒指法之后，你要有对应的图去往上画。所以，就像为什么在我的这个芥子园的字典课里，它一定要有一一对应的东西啊，一一对应的东西，所以这个里边，那365的这个课。就是什么？就是我每天早上的这些直播内容和朱老师晚上直播的内容啊，我其他的像我芥子园的字典课，这个是不包含的啊。芥子园的字典课是专门对应的，第一个芥子园讲解，第二个芥子园临摹，第三个更最重要的就是芥子园字典。为什么是字典？讲到。这个石头的时候，讲到卷云村的时候，那卷云村对应的画儿，对应的画儿在什么地儿？芥子园对应的哦，这个王蒙的卷云村的画儿，那我们就把王蒙的卷云村这个画儿，然后来临摹啊。讲范宽对应范宽的术法，那就我们找到范宽的术法这个专题来讲。其实现在讲芥子园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讲了芥子园，理解了芥子园，但是和对应的图和对应的画是不能够做到一一对应的，那是不能够做到一一对应的。那做不到一一对应之后，就会遇到很多很多麻烦的问题。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出了这个芥子园的字典课，八，为什么叫字典课？你翻到芥子园山水哪一页啊？比如说我翻到这一页啊，我们讲哦，菊花点的树，菊花点的树，那这个树我只知道它是怎么画的。那你找到胡老师的这个课，找到这个课，然后上面写上这是第多少页？50页。好，那50页的讲解，50页的临摹和50页一一对应的画，就都在里面了，啊，就都在里面了。对应的历代名画，好，然后我们来临摹，啊，我们来临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字典课，啊，和别人不一样，啊，这个是胡老师这个独有的一个内容。那独有的一个内容啊，有这个课呢，2024年的这个365的回看呢，也给你包含进去了啊，你也不用自己去再花米儿去单独下单了啊，直接就有了。然后同时呢，随单呢还送还有一堆这个，还有一堆这个小幅的啊山水历代名家的山水画。啊，小幅的历代名家的山水画啊，懂了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内容啊，相对应的内容，这是我们字典课的啊，芥子园字典课的东西。好，下边讲这个勾勒。有了披麻，有了荷叶，有了卷云，对吧？这都属于比较重要的。那后边接着来，解锁。解锁村，是不是又是勾勒的一个变化？大家注意来看，对吧？又是一个勾勒的一个村法。所以在这个里头，大家注意看，解锁也是勾勒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对吧？
不可缺少啊，一定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把这个都给它合在一起，合在一块之后，你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给它搅起来。所以看它的结构就如同什么打一个锁结儿一样，打一个绳结儿一样，那这个绳结儿打起来胶起来，哎，绳结儿胶起来，哎，结起来，看见吗？出来，哎，下单了24年，之前又下单了芥子园的，没事儿啊，您知道找谁啊？您知道找谁啊？是吧？哎，来找他，找他，跟他说一下，看这个里边。嗯，你看，当这种解锁的东西出来，你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变化，对吧？好吧。你看，从勾勒一匹马，长短匹马，荷叶卷云解锁，对吧？你看这整个的这条路，其实都是在什么？都是在用线吧，对吧？都是在用线。你看。聚在一起，结在一起，如同什么打结儿一样出来。看，在这组里面，全都包含在内，没有毛病吧？是不是？所以勾勒之法，它很多的时候去影响了很多画。然后到了这个，你在这种勾勒的时候，那大家注意，你看，那我再勾一勾，再勒一勒，1 2 3。对吧？折带村又出来了吧？对吧？折带村又出来了，折带又连起来之后，折带又连起来之后，整个穿起来，对吧？整个穿起来，没有毛病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给它变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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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不是又变成勾勒了？画画是不是要学会变化？是不是要学会变化？要学会变，在变通的过程当中，你就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内容啊。只可惜我们有时候啊，对这种理解呀，还是不够的啊，还需要干嘛呀？哎，还需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跟着我的课慢慢来讲啊。所以我先通过这种比较快的方式来给大家稍微的，哎，
讲一讲。那你说到这个程度，再往上摘，其实今天讲的这个，就是通过这一块，我把这里一本书里有好多的皴法，给大家稍微的先讲一讲。哎，就是让大家略过一下，懂一些东西。那你想到这一块的时候，它还会有什么？还会有很多的皴法呀。来，转过来，转不动了。这边呢，到头了。好，到头了，那我们就给它蹬。乱柴村，对吧？哎，乱柴村就如同一堆乱草、一堆乱柴一样，但是呢，它又不能失去它的这个结构的变化和样子，对吧？又不能失去结构，又不能失去这种变化，所以在这里边。对，每天7点啊，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家一会儿要停电，所以今天就稍微早一点的播了。昨天我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今天早一点播，啊。你看，乱柴村，啊，乱柴村，一组一组的，对吧？一组一组的给它分开啊，分开之后再往上衔接，对吧？你看这是不是都是勾勒法的变种啊？所以你如果你能明白这一块啊，如果你能明白这一块，你后边好多好多的皴法呀，你就都能了解啊，你就都能了解。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去讲，就是基本用的笔法，除非你说啊刮铁呀、马牙呀、雨点啊、米家呀，这些皴法它可能更为特殊一些。你包括就是说斧劈皴，其实你想想，它也是以勾勒之出来之后，你看，不也一样吗？你看，斧劈皴是不是也是这种方法？所以你这个方法源于的根在勾勒。所有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啊，所有东西都不可缺少的。所以有时候想想不同的皴法，哎，其实它都有它内在的联系，而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明白了吧？所以你想。不是这些很简单，但是怎么能够用到画面上，怎么能够真真正正的实现这个画儿的东西，其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你光讲一个简单的这种皴法并不难啊，我今儿练练这个，今儿练练这个，但是如何能给它用到画面上，其实这个才是我最难最难，有时候确实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不要把各种皴法想的多么难啊，重点的是要干什么？从守一归来，
所以这里边讲一字金针活，这个活不仅仅是组合的活，不仅仅是用笔的活，而是各种变化的活。你只有从各种变化的活里边才能看到它基本的一个样貌，这就是我们讲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当你知道基本面一二三四五的时候，看到其他的东西也自然而然至少五心有归处。别人一看完这个东西，我至少看完一张画，看到一张画，我不至于很紧张，我知道这个画它是用什么法理画出来。这就跟考试一样吧，拿到一张卷子，然后做一个题，这一个题你看到之后，如果你没有解题的思路，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解，那你肯定会是紧张，会紧张的。但是当你看完这个画之后，你知道，你看完这个题之后，你知道它的解题思路用什么方法，那无非就是时间的问题了。画画也是，拿到一张画之后，你先搭一眼，看到这个，一看这个山石，都是勾勒皴法。那勾勒皴法里头的这个是荷叶皴还是披麻皴还是解锁皴，你看到，好，知道了。你看大的皴法都明白了，剩下的东西就是这些以这些皴法为特点来画就可以了。那皴法的特点都是勾勒出的，只是某一个点不断的扩大而已。勾勒就是简单的勾一勾啊，把外轮廓勾一勾，把凹凸标一标，对吧？披麻皴，那以长披麻、短披麻合在一起，那其实主要树根的地方是这个石的侧面，对吧？石的侧面，而在侧面的基础之上会流出凸出来的地方，那这是对吧？那解锁皴反而就和它反过来，首要以山顶节为主，对吧？山顶节出解锁的样子，对吧？出解锁的这种笔法，这二者有了很大的区别。那到了，一看是荷叶皴，荷叶皴想到就是此法最有致啊，不是？荷叶皴当配蟹爪法，需锋芒毕露，对吧？往下出，出完了之后，那它的皴法较少，而只是皴在山石的什么凸出来的地方，凸出来的地方也是高起来的地方，对吧？你看这个是流，这个是画，对不对？这个也是画。你明白各个皴法的特点，其实都是在哪儿啊？都是在凹凸，在凹凸的时候，只是你看他们想表现的位置不一样，有的表现凸面，有的表现凹面，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凹深凸浅，是吧？要搞明白参合阴阳，不武高下，称量厚薄，然后凡头灵面，覆土泰拳。你光会背了会读了还不行，你还要知道我们画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凹深凸浅的浅和凹进去的地方，画的是这个结构，对吧？参合阴阳啊，不武高下，你看这就是高和低，而这个结构它是落在高的地方，是吧？包括解锁皴也是落在高的地方。那我们讲后来讲这个称量厚薄，那就是这一组画里，你看我要把这个山石画的厚，那我后面就开始加东西。如果我要是画的薄，我就单方面的就这加这一点就可以，对不对？你看我就加这一点，它就是一个薄的东西。所以大家一二三四五这些东西不就全流全都搞清楚了吗？是不是？所以学画学画学的
并不在于你能学多少东西，而关键是你真正的要去理解这些东西。你理解完了之后，什么存法都好解决了。所以讲这些东西一定要合起来讲，你不能单讲，单讲一个东西感觉哎呀老师讲真好，其实你不如把它合在一起，一个一个串在一块儿去讲，就像穿糖葫芦一样，你自己也明白了很多东西，同时你也对这个东西更感兴趣了啊，更感兴趣了。所以芥子园十法我今天讲就是概括的去讲一下啊，虽然各种村法应该不止，哎呀，比我讲的好的老师多的去了，但是把它穿起来还是需要有一定本事的啊，还是需要把这个东西给穿起来。所以大家有时间就多看一看啊，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完了之后剩下的呢就是大家自己去如何学会安排时间然后来学习了。